从明天10点开始，我们要24小时总动员大喷销。市长陈时中早上说可能不会升级到第三级，那我们新北市这边还是会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吗？新北市对防疫一点都不可能马虎，所以我今天早上开会已经指示，我们从明天10点开始，我们要24小时总动员大喷销。这些总动员大喷销最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公共领域，不管是我们的公务的公共领域或是私人的公共领域，包括餐厅、百货、商场、夜市，都要做好大清销。包括我们的民众们，我们希望在他们的住家以及周遭的环境里面，如果易接触的地点，可以用漂白水、用消毒酒精来做喷销，大家一起来消毒，让我们的消毒能够干净彻底，来保护自己